果你是为了所谓的功德这种东西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信你会得到功德。我只是纯粹觉得转做爱心餐，对，我其实是想要做爱心餐这种东西。王一坚说话和做事都很直接，想做公益就转行卖铁板烧便当，还人如其名，三年多来有毅力且坚定不间断的一天分三梯次免费供餐给弱势族群。我有午餐，那有晚餐，那这两个时间段大家都需要吃饭，临时工或者是一些杂工，他们的可能的下班时间不会像正常人一样啊，五六点就下班，他们可能会再更晚一点。那所以说 ，OK， 我再开一个，我休息以后的时间，对，那个时间刚好是我第三个时段，我的菜在这里。一个人张罗三个时段，共约100个免费便当，还要应付每天的生意。王一坚从早上8点多开始就有得忙。这真让不少认识他的人跌破眼镜。以往做企划和业务的他交友广阔，现在怎甘愿过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？以前的话，可能早上早早就出门，然后晚上的话也是，可能我会到快天亮我才回家，然后可能就要应酬啊。而且这不拘小节的人做起吃的还不马虎，处理高丽菜他会不计成本扒掉2-3层后再切块清洗，硬梗也要一一剔除。要给人家吃的东西，你要东西要给人家吃，总是自己要自己吞得下去的吧。同理心其实就是人生转变的原因，也许是很早出社会打滚，看遍人情世故吧。王一坚很能理解底层弱势的无奈，所以从以前就习惯偶尔捐点钱帮忙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团体了，刚好就是我也都会捐钱给他们，然后偏偏很不巧的就是，我们去应酬的时候发现他也在应酬，他也去消费，然后还是挂公账，那用的就是所谓我们的捐款去做这种事情的话，那心里当然会不舒服嘛。我捐，然后结果你去消遣，对，那钱都没有用到真正该用的人的身上。那时真被激到了，再加上工作环境复杂压力大，其实早让他心生倦怠，也对于没时间陪三个孩子感到歉疚。几经思考后，王一坚决定改变，只是要如何兼顾家庭和公益理想呢？他想到了从没接触过的餐饮业。人如果不要挨饿，那吃饱了什么都还有希望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干脆从这个先开始吧。只是他的第一步很大胆，先租店面才学手艺。开店第一天学煮饭，开店第一天学煮饭，就是没有啦，应该说签完约以后了。啊，我那一天我就丢了一包米，啊，150斤的米，因为我学煮饭，我不会煮啊，米心没透啦，太干啦，什么奇奇怪怪的都有。其实他是思考过的，要能提供爱心便当，又要是一个人能负荷的生意，想来想去就属铁板烧最合适，也刚好有朋友能请教，就试试看吧。你既然想要去做，那就不要去怕什么怕什么，然后那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风险不是你需要去考量的，而是你先把你自己该做的做好了，那去克服那些问题，而不是说啊，我怕遇到什么困难，哪来那么多困难。即使真学起来才发现不简单，煮饭要控制米水比例，铁板火候不稳，还要随时注意食材受热情况。第一个礼拜我什么都不会，真的就是硬练出来的，什么菜会搭，然后整天在那边刷锅子刷那个铁板，对吧？因为就是焦了。但他没打退堂鼓，慢慢的越来越熟练。做看起来超熟练。我已经做2-3年了呢。所以在这之前都没有做过饭吗？我只会煮泡面，在这之前。
慢慢的对餐点还有越来越多坚持呢，像是要符合让大家吃饱吃暖的初心，一般便当的定价就得维持百元有找，爱心餐是要助人的，更要营养丰富，所以鸡猪双拼再搭配好多蔬菜。只是这用心不是人人懂，他永远记得开店第一天的惨况。我们发爱心餐发二十几个，然后我卖三个。初期上门的客人少，质疑批评的却不少。这种说要做爱心餐的，普遍都是骗钱的啊，想要骗钱啊，然后干嘛的啊，那都有。然后要不然有的人可能就会在门口说啊，这是给乞丐吃的啊，我打死都不要吃啊，啊，什么都有了。也没人理解为何给大人小孩的餐点要分开做。为什么要分？啊，小朋友有的黑胡椒他受不了啊。哎呀，那万一啊，啊如果没有那种十一点半的时候，然后小朋友来，啊，那就直接给外面就好了。而且孩子领餐是不限制一人一份的。大人的落魄可能是他过去的决定造成的，那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些后果。别人拉你跟不拉你，帮你不帮你，那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那都其实你有一部分的责任必须要自己去承担。但是小孩不是啊，他做了什么决定？所以你会更愿意帮小孩一点吗？对啊。不懂的人会以为这些都是为了促销。我没间断，那你说是行销策略吗？那行销总要有盈利吧，行销要有利润在吧？啊，我没有啊，就100个不用钱的便当，然后它的食材成本跟包装成本就好。那我。有贩售的那些便当，那要多少个的利润才可以去支付得了？我一个只卖70块哦。有时想来真的很呕，但还好背后有妻子一路支持。他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。晚上我时间到了，我10点之前我一定回到家了嘛。那其他的时间他都知道我在干嘛，那没什么不好啊。跟以前比起来好多了，好多，哎呀，真的好多了，而且也不用担心说我怎么啊喝酒不知道喝到哪里去了，然后我现在旁边是谁，他都不知道，直接帮我放好不好？谢谢哦。所以慢慢的，王一坚调整心态，撑过低潮，积极的行善力，还有了感染力。现在临近的早餐店常会送来免费饮料。谢了，拜拜。采访这一天，还有不具名人士快递了2箱豆奶，一起做爱心呢。你们叫王一坚吗？我啊。对啊，全名。啊，要说要签名吗？对，给你们叫。哦。这也就可以慢慢的变成一种像平台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也蛮值得感动的。对啊。当初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。哦，还真没想到，当初就只是觉得说我做嘛。啊，阿南的红毛啊，走路啊。就这样傻傻做了3年多，每天3个时段，便当都是上架不到几分钟就被拿光。王一坚却从没认真计较过是否被占便宜，因为曾经有了吃了4份餐的人，让他感触良多。我走过去问他，他跟我说，他已经2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。不是所有人都是贪心的。那也是有人真的就是我的拍文嘛。今天我放100个，那最坏的打算50个是被浪费掉了，但是那50个有帮助到人家，我的 Q 掉了。所以能力还能负荷就继续吧。近期他还义卖便当，帮国小球队筹措比赛旅费，更计划着未来也许再开分店，以同样模式经营。我们好奇，在成本飞涨的压力下，动力从何而来？他拿出抽屉里孩子们的蟹卡和一个红包，这就是那个200块。哦，这就是，他就只写了3个字，谢谢你。红包是今年初一位阿嬷替过世的丈夫给的，老夫妻以前常来领餐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慌张地上门找阿公。婆婆，我在那做生意，我也知道阿公在那里，然后就在那边说阿公不见了啦，然后最后面看到阿公在外面住在那里。那个阿公其实在老人痴呆，
他却记得你的脸。对。就是他记得你的好，对不对？王义坚不舍的是阿公后来离开了，欣慰的是这份温暖被记住了，也真的帮到需要的人。因为我觉得我的开心是我做了我觉得对的事情，每天是为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，然后你能收获的，其实能获得的，你能获得的其实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多。这就是他坚持的原因，追求的价值。